十七年前应该是我喝我人生第一口啤酒的时候吧，然后我记得那口酒很难喝，那个年纪才有办法唱出那样的澎湃跟撕心裂肺。但是那张专辑还在宣传期的时候，公司就倒了嘛。对啊，那才是真的撕心裂肺。大家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这么坚持的人，应该就是这么炉的人。你们好励志。他就说他发现这个人就是真的甩不掉，对，甩不掉。你不给他这首歌，可能就是再也甩不掉。大概录了3到4段的曲调给他，每一段大概1分钟吧，就是自己乱哼。但是每一段的结尾都是在尖叫，就啊，我不会啊！那当时其实也是我自己去提案的，因为真的是提案高手，真的耶！不是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很懒散，就是我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很宅的一个人。他真的喜欢挑战，做一些很难的事情，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你就拍个 YouTube 影片，也是可以把它交代的。结果他要提案，全新一季。一 studio 一镜到底。